翔传说的传说是由移动新干线代理韩国 N-Crew 所研发的动漫风动作手机游戏，赛璐珞风格的战斗画面相当吸引人，打到一半会跳出如同漫画一般的声状词，玩起来就像是在看一部动画片一样。玩家一次可以派出三名英雄挑战关卡，不过一般在场上的只有一名英雄，点击画面左上角的头像才可以切换成其他英雄出场。特别的是，游戏中有合力攻击的设计，使用之后其他英雄就会同时出现在场上施展绝招哦。GC 游戏频道，燃烧你的游戏魂 ，Battle！